像了梦境，想要打开我们的旅行，跟紧我去哪里。太阳先生白胡须，一双眼睛笑眯眯，小鸟在耳边歌唱，我在云中捉迷藏。月亮悄悄爬上来，绿油油的森林海，猫头鹰在眨眼睛，我在月中看星星。多彩梦境其实存在，跟着我们一起来，小小精灵动动翅膀，见证我们的旅行。多彩梦境其实存在，跟着我们一起来，小小精灵动动翅膀，见证我们的旅行。多彩梦境其实存在，跟着我们一起来，小小精灵动动翅膀，见证我们的旅行。智慧树上，智慧果，智慧树下，你和我，智慧树前做游戏，欢乐多又多。智慧树星球新的一天开始了，今天会有什么神奇的事情发生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咕噜咕噜，刀哥，你听说了吗？最近有一个很好玩的破解密码的游戏，要不要一起去玩呀？破解密码，听起来就很有意思呢，我们快一起去玩吧。哇，这里就是玩破解密码的地方了吗？是呀，道哥，快看那个宝箱，宝箱上锁了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打开宝箱，拿出里面的宝物。可是我们怎么才能打开宝箱呢？好想知道宝箱里是什么呀。道哥，你忘了，我们来是要破解密码的。哦，我看到了，这里有输入密码的地方，可是怎么才能知道密码呢？咕噜咕噜，道哥，线索就在这个房间里哦，我们快找找看吧，看看有没有带数字的东西。我找到了一个球，这个球上写着数字五。哎，我也找到了，是一个魔方，上面写着数字八。这里还有数字，这个积木上面写着数字二。太好了，这三个数字应该就是密码咯，我们来试一试吧。我来输入密码。咦，可是这三个数字的顺序是什么呢？先输哪个呀？我来想想。哎，道哥，还有一个线索我们没用上呢，宝箱上的形状。哦，对对，根据上面形状应该就能推理出数字的顺序了。第一个形状是方形，魔方是方形的，那第一个数字就是魔方上的八了。没错，第二个是圆形，也就是球上的数字啦，输入五。最后一个就是三角形积木了，输入二。哇，宝箱开了，我们成功喽！快看，里面有两个棒棒糖，道哥给你，嘿嘿，我们一人一个。太棒了，是奖励我们的棒棒糖，我太喜欢这个游戏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爱变魔术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大魔术师绿泡泡。哎，今天呢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了两位可爱的小朋友。首先，我们还是先来一起认识一下吧。小嘉宾葛林香，今年八岁。小嘉宾金宇胜，今年八岁。欢迎来到魔法世界。欢迎你，欢迎你，我们欢迎你。
欢迎你们。哎，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又要教大家变一个非常神奇的魔术啊。这个魔术是一个逃脱术。哇，听起来好像特别的神奇。对，你猜一猜是谁逃脱？是你，是我，还是小朋友呢？那应该是小咕咚吧。哎呀，小咕咚，哎呀，你这么胖胖的身体就不要躲了，很难藏起来啊。告诉你们吧，今天逃脱术的主角不是你，不是我，也不是小朋友，而是他。什么呢？面包片。其实呢，这是一块很像面包的这个海绵啊。啊，软软的，应该可以拿回家洗碗吧。我们要用它来表演神奇的逃脱术。同样，今天呢，我还是请小朋友和小咕咚和我一起来变这个魔术，看一看不同的人啊，用同样的道具会产生怎样的效果。我们看这个杯子，大家可以拿起面前的玻璃杯。我们的这个杯子呢，都是完全一样的啊，杯底完好无损。这里呢还有一个女孩子扎头发用的皮筋儿啊，以及一块小的毛巾啊，就是这些道具。我们大家的道具都是一样的，来，你们可以和我一起来做。第一步，把这个面包一样的海绵塞到杯子里，把它塞得再充分一点。好，这样可紧可紧了。对，好，没有问题。大家看，首先第一步，我们看到海绵被牢牢地塞到了杯子里，而且哇，手都拍疼了，出不来啊。第二步非常简单，我们要拿出毛巾把杯子盖上。对，好，盖上之后，为了能够把它牢牢地困在里面，我们把这个皮筋儿再绑上。哇，现在怎么样啊？哎，这个海绵应该说呢，被牢牢地困在了里面，对吗？对。接下来大家可以试一试，从杯底能不能摸到海绵了呢？现在能摸到吗？不能啊，因为杯底是玻璃，对不对啊？对。我们把它封上以后呢，这个就是密封的一个状态了。那刚才我说了，这个魔术呢叫逃脱魔术。可是现在怎么逃脱呢？肯定逃脱不了啦。对呀，现在我们从雨盛小朋友开始，你看一看能不能够把这个海绵从杯底给拿出来试一试，实际可以吗？不行。不行。这个铃香试一试，小咕咚试一试。哎呀哎呀哎呀哎，都不行。除非我们怎么样啊，把这个毛巾给打开，对吗？但是不要忘了有一点，我的身份是大魔术师。对，大魔术师能做到吗？我能够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吗？来，和我一起说出我们的咒语，那就是乌拉乌拉 Q。 好，我们一起来数三个数好吗？来，一二三。噔噔噔噔，怎么样？我们这个过了吗？海绵神奇的逃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大家还很好奇我们的杯子怎么样呢？看，完好无损，掌声，掌声！哎，神奇啦！这个逃脱术非常的神奇，大家想学吗？想。好的，那就让我们请出我们的好朋友魔香乌拉拉，让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所需要的材料，让我们一起说：魔香魔香乌拉拉，我是魔香乌拉拉，我有神奇的魔法，材料都在这里拿，睁大眼睛看好了。今天变魔术所需要的材料是杯子、手帕、皮筋儿和海绵。好的，欢迎回来。接下来呢，我来教大家变这个神奇的逃脱魔术。首先第一步，我们把这个海绵放到这个杯子里，然后呢在盖上毛巾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做了一个
大家刚才没有发现的一个步骤，就是悄悄的把这个杯子倒扣过来，其实就是这样的啊。然后把杯底固定住，这个时候我们看下面这个杯口呢是朝下的，所以呢自然而然这个海绵就可以被拿出来了啊。好，来，现在我们一起来做一遍。第一步，我们把这个毛巾呢盖到杯子上，注意在盖的时候呢，我们其实悄悄的已经把它倒扣过来。哎，然后用这个皮筋儿套在上面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，杯口朝下，那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就可以把里面的海绵拿出来了呢？是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做的非常简单啊，说出我们的咒语，乌拉乌拉 Q。然后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装作非常用力的样子，但其实呢，哎，只要把它轻轻的拿出来就可以了。但是呢，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我们打开毛巾的同时，我们要把这个玻璃杯，趁大家不注意，再把它给正过来。这样的话呢，就不会露出破绽了啊。好，拿起我们的玻璃杯，还有我们的海绵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耶！我们都学会啦。是的，这样我们的魔术就成功了。现场的小朋友还有小咕咚都已经学会了，不知道我们的好朋友小丑琪琪有没有学会呢？乌拉拉，我也学会了。第一步，把海绵放入杯子里，再用手帕盖住杯子的同时，把杯子翻转过来，让杯口朝下。第二步，用皮筋封住原本杯口的位置，其实只是封住了杯底。施魔法，把海绵从杯子底部拿出来，我们的魔术就成功了。大家好，我叫徐妍希，今年我5岁半了。今天的魔术我学会了，让我给大家变一下吧。这个是皮筋，这个是玻璃杯，这个是毛巾，这个是海绵。我先把海绵放到玻璃杯里，然后盖上。然后用皮筋把杯口封住，现在海绵被困在里边了。让我们说一句咒语：乌拉乌拉 Q。海绵成功的逃脱出来了，我的魔术成功了，谢谢大家。好的，我们的小丑琪琪还有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也学会了今天的魔术。那在场外呢，还有一位大魔术师，大家想不想看一看他的表演呢？想。好的，那就让我们请出我们的魔棒小 Q。 啦啦啦啦啦啦，魔术很神奇，啦啦啦啦啦啦，魔术很容易，只要动手又动脑，只要你愿意，神奇的魔术在这里。 Ready。魔术师，大家好，我是最喜欢给小朋友们变魔术的大魔术师，你们好。你好。今天给大家表演一个非常神奇的魔术，大家看，这里有一支普通的铅笔，这里还有一个小笔套。首先，我会把这支铅笔放到这个笔套里面，盖上盖子。接下来，大家仔细看好。乌拉乌拉 Q！ 哇，变成一支蓝色的铅笔啦！谢谢大家。今天的魔术，你们觉得神奇吗？神奇，神奇，太神奇啦！变魔术，变魔术，我爱变魔术。
感谢场外的魔术师带来的精彩表演。今天呢，我们的两位小朋友表现的也很棒啊，来一起为自己鼓鼓掌。最后，让我们一起说出我们的口号，一起来说：乌拉乌拉 Q， 我爱变魔术。请你像我这样做，我就像你这样做。请你像我这样做，我就像你这样做。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个很神秘的乐器，你看这个图片，你能认出来吗？这个我知道，它叫做箜篌，是中国古代传统弹弦乐器，又称拨弦乐器。你说的没错，箜篌琴弦有双排，它的琴弦最多的时候有96根。那这个乐器它有什么神秘的呢？这个就要说到，在古代，箜篌分为竖箜篌和卧箜篌。在汉代的时候，汉武帝让技师做了一个琴弦横在身前演奏的卧箜篌。之后，西域文化流入中国，出现了竖箜篌，又称壶箜篌。在历史的发展中，箜篌也一度失传数百年。我们现在见到的现代箜篌，就是根据古代文字资料和壁画图片复原的。啊，箜篌竟然还失传了这么久呀！根据照片和文字就能复原出来，也太厉害了吧！没错，要感谢乐师们将这么美的乐器给复原出来，让我们能再听到箜篌好听的声音。了解了这么多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是不是也很好奇它的声音？我们一起去听听吧。
箜篌的声音是不是非常好听？没错，那这么好听的乐器，现在学的人多吗？这个你不用担心，现在已经有好多人在学习了呢，其中还有好多小朋友呢，一起看看他们的演奏吧。没错，箜篌的音色柔美清澈，音域宽广，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欣赏吧。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认识了什么乐器呢？箜篌。没错，下期节目我们还会继续为小朋友们介绍其他的知识，一定要收看哦。再见，再见。好的，玲玲，接下来赶快告诉我们今天是哪位小朋友给我们寄来了视频吧。嗯，好的，玲玲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大家好，我叫高子琪。太棒了，咕噜咕噜，小朋友们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央视频，点击关注智慧树，里面有更多精彩内容哦。好的，小朋友们再见。